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Dan。 台湾演员许光汉首次参加的韩剧《挪威鳌》的预告片在6月28号正式上线了。挪威鳌的剧情是描绘了一名重刑犯出狱后被悬赏200亿韩元的委托案，不管是谁只要嗯了他就能获得200亿。主要出演演员有必须从市民手中保护这名重刑犯的刑警朱基努，成为重刑犯法律代理人的律师金木尔，在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之际试图利用这名重刑犯的政客永正啊，接受委托后来到韩国的杀手许光汉，为了获得巨额奖金而试图嗯重刑犯的屠宰业者李光素，对大型教会信徒们施加影响力的年轻牧师金森彻，13年后出狱的重刑犯，同时也是悬赏200亿韩元的公开恩人委托的目标，阵容非常华丽。在公开的预告片中，虽然许光汉的登场次数不多，但帅气的邪笑和造型以及压轴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好评。我们来看一下预告片底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。看许光汉的眼神表演，感觉完全不用担心他的演技。许光汉虽然只出现了一下下，但气场超强，祝这部作品大卖。哇，预告片最后看到许光汉那疯狂的眼神，我更要变疯狂了，真的好想快点看到正片。许光汉真的好想快点看到啊，果然我们的许光汉是结尾妖精，真的汇集了演技大师们的期待之作，光是看预告片就觉得非常有趣。光汉呢，快来韩国宣传吧，哈哈！希望许光汉透过这部戏能被更多的韩国人看到，越来越红，继续走花路。所以我也来一下。